现在是日本倒霉队的中国成龙的 S 局啊，双方都是最后一条命了，谁输了这一币谁就被淘汰。成龙在上一局打了一个漂亮的一挑三啊，这次成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惊喜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，朋友们，左边日本的，右边中国的，加油！好，来看一下成龙首发是选择伊斯拉，这也是他放弃了不知火舞的一个选择，看来是要也是要抄作业啊。草地精是日本草莓的首发，但是目前双方的先锋血量上来说是中国成龙占有一个优势，成龙的持续小压给了草莓非常大的一个制导，下盘摸奖成功，准备再等他吧。龙哥毫不吝啬自己的资源，直接果断输出了草莓杀技啊，一起抄杀最佳。日本草莓的板金百合对战成龙的伊斯拉，优势在成龙这边啊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升龙赌升龙啊，对方重拳确认 BC， 这波伤害还是非常高，大家看到九连打了四百多的体力，小龙带升龙，这是广东好升龙的变形啊，武汉好升龙，但是成龙现在非常危险了，带赌升龙，这里都不确认的大哥呀，胜利是属于谁的呢？是日本一起狗草莓还是中国成龙呢？双方都是最后一条命了。谢尼特阿珍这一个倒挂金钩没连上，被对方再次雀板，伤害很高，你看没有，板区百合人小伤害高，阿珍前冲复合成龙再次下逆向，但是下盘确认失误了，草莓继续下盘清水破了成龙的无脑爆 BC。我们来看一下成龙能不能实现一个大逆转，手底是不知火舞，他没选择克隆，为什么呀？选错人了，如果上克隆我觉得机会是不是会更大一点，朋友们你们觉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来看草莓的中间板机百合扇了龙哥一巴掌，我龙现在脸上肿了一半了，武断利用飞机在偷袭对方几跳，那现在成龙继续扔扇子，哎，日本草莓也是蛮配合他的啊，你扔扇子我就剁扇子，好了回车，那再是用波生流打法，下盘继续清水清拳确认 ES 的朱师傅没有气了，继续下盘清水摸奖，草莓这个雀板伤害会很高的，大家看多少血啊，危险了，成龙再次刚 CD 扔扇子，草莓还在努力，到了啊，龙哥被淘汰了。